这是不是就传说中那个按克卖的那个和牛？是的，西班牙五 G 火腿卷子的话是伊比利亚黑猪，哇塞，造型挺别致啊！这一杯子多少钱？1200吧，1000多。哎呦！兄弟们，五九八一位的火锅自助，你们吃过没？没有，我也没吃过。而且听说他们家茅台都是一整面墙，好不好？今儿带你们去录黑录客，找这。你看他们家这个整个这种装修风格都是这种暗黑的，看着就跟人很高级的感觉。简称黑店。哇，看这一面墙，兄弟们，这就透露了俩字儿：奢侈。每桌一位的海鲜，咱是不是得选个最贵的？哇，波龙最贵，1998，那来一个波龙吧。就是不带信号都是无限续的。那就这么着。好，你把这个牛肉。还有海鲜都有，然后其他的等会儿再说。这个是1980的那个味道的，这是一个杯子1900。对，咱包间这锅了，杯子有数没？有。来来来来，哎，好了好了。哎呦，这我一吃上是西班牙五 G 火腿，卷子的话是伊比利亚黑猪。吃后的，吃后的。后来那个口感不一样。没事没事，我就喜欢吃那种贵贵的感觉。我们和您一号选择澳大利亚顶配和牛 M9 加级的西冷部位。这是不是就传说中那个按克卖的那个和牛？是。哇塞，奢侈啊，兄弟们！行了，直接放这吧。哇，这是一饮水锅底，待会儿皮儿别扔啊，别给我送上。我这就是黑松露，先吃块钱去吧。这多少钱？咦，他妈！1500斤的牛才出10斤那个。这是单列的话，哇塞！这个是真选和牛细冷。这就是刚才那个雪花是吧？对，和牛一号。哇，海参蘸酱。自身制造，真选和牛牛角牛丧脑啊！哇塞，这造型挺别致啊！这个肉真的太漂亮了。算一算，算一算，哇塞！哎呀！真的是入口即化呀，得劲儿吧？哇，看那个小排肉，真漂亮！我跟你说，哎呦，你知道这个牛肉它吃到嘴里边特别弹牙，就感觉它会跳舞一样。哇哇，继续涮牛肉啊，兄弟们！然后再说那个牛小排，让他们直接帮我们来20个吧。20份吧？啊，对，20盘。对，就这个。哇，这口肉。嗯，这是真正的五勾级别的火腿，哇塞！嗯，来个海参蘸酱，哇哇，这个海参特别嚼劲，嗯。我又给人点了30份肉，各种各样的。行行行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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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格局一下就打开了，知道吗？哇，这是硬菜啊！我先来两个大钳子，哇，可赶上我手了，看见没？哎呀，喂，吓死我！咦，哦，快！把这波浪身子放进去，看这肉晶莹剔透。哎呀，这看着也太爽了吧！嗯，哦，嗯，哇，这肉，嗯，啊，嗯，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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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龙虾的吧？嗯，这是不是圆满？哦，干得不错哈！给服务员，我这一手。好的。嗯，嘴。我哎呦！哎呀，哈总过来，我当你把水晶杯砸了。搞个小蒜，收个尾。嗯。哎呦，吃饱喝足啊，兄弟们，说一下我的感受。他们家有好几个档位，从598、698、998，还有一个1988。你看他598，龙虾也吃了，和牛也吃了，就我觉得还是值得，就是来体验一下，还挺爽的。水带走了，嘿嘿嘿，老棒了这碗。哇，大爷吃这么多腰子，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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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师傅们都来了。兄弟们，我们终于到秦皇岛了，今天就带大家去盘一下这呼声最高的蓝山蒸汽海鲜自助，咱去看怎么事啊？你要多少多少钱一位？218一位。赶紧看，咱今儿有没有主攻方向啊？对，瞅瞅这热菜区啊，毛血旺、西兰花炒虾仁、香辣蟹、小龙虾，不吃。来，兄弟们，带你们看海鲜区能吃点啥啊？多宝、大黄鱼、海星。哇，这虾个头确实可以啊，叉开两盘啊，满满当当啊。蟹柳、扇贝、生蚝、鲈，不吃。哎呦我，哇，看这大鱼，嘎嘎地啊，兄弟们，这鲍鱼腰太爽了，看着，哇塞。大家都知道这可得劲儿了，老棒了这会儿，那有那有。
哇，大爷吃这么多腰子，白灼海鲜，油爆虾，哎，咋了？水果区说东西不多，但是也够用啊，这都可以随便吃吗？对，都可以随便吃。皮皮虾、生蚝、扇贝、蛏子、梭子蟹，哇，多宝鱼、海白虾。大哥，那皮皮虾给我做份椒盐的，蛏子做个辣炒的，贝壳还能做啥的？来个葱姜的，然后再给我捞上两份梭子蟹，一份做葱姜，一份我拿回蒸。好嘞，太板正了啊！哎，海鲜先蒸着啊，好，好嘞。葱姜花蛤、辣炒蛏子、椒盐皮皮虾，太板正了啊！来个大腰子，应该再烤干巴点更香。嗯，哎，好的。葱姜焗，我觉得他们家这一点就是牛逼的。他们帮你捞，捞完之后你要什么口味，帮你做什么口味。过了半天，哎呀，这椒盐皮皮虾的小肉吃的真香，哇！捡起你的该出来。哎呦我，虽然个不大，但是你看这小黄还是满满当当的啊。来个辣炒蛏子，它这个真的炒出来还是特别有食欲的。哎呀吧，真够辣的，但是很香，直接咽人盘。来个葱姜焗梭子蟹，哇，这种看着太棒了啊！要么说这小海鲜得吃单点的呢。大爷又是这腰子，老当益壮。我是把这些螃蟹吃明白了，闸蟹它是黄香，知道吧？但这种梭子蟹，它给你的那种是肉香、肉欲感。把这个给我，你再做一个葱姜的，续上。来点鲍鱼，蒸，全记住了。老板在这叫卖饺子，我这是灌汤蒸饺，大姨们手工捏的。哇，看这馅，这是皮皮虾的。哎，来，给我上上，来。当当当，看我这个虾串，海鲜这蘸吧蘸吧。我终于见到你了。哎呀，我每天刷你视频。是。我到晚上就饿了。哎，你俩真能造。真的。啊，怎么着？不，你这个串是不是有点小啊？我给你包。竟然有人给咱包东西了。另外，再搞一筐虾去，快。小刀拉屁股，给老板开开眼睛。得劲儿不，兄弟们？开始。嘿嘿，哟，师傅们都来了，观战来了。师傅们主要是吃完土泡泡了。吃完土泡泡不坏了？来，整，这还有送菜的呢。好家伙，他们老看我视频，知道我也吃榴莲。好。有一比一，下家啊。老板赢一把不行啊？好，老板对于今天这个战况还满意吗？服了。下次欢迎你再来。没毛刺，老虎，真快。